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嚟到第四節啦，咁啊身邊就係阿房中偉啦，咁啊都係即係喺大家如果中意睇波啊、睇足球台啊，一定係會即係留意到，一定係會有房中偉噶啦嚇。咁啊，點解今日我揾阿房中偉嚟咧？咁啊，你知我呢個台阿啤你成日咁啊，又要中意講下波啊嘛。你知阿啤你嗰啲貼士大家好中意聽啊，好犀利啊咁啊，即係咁啊。第二就係咁啊，都有時講下佢其他嘢啦，講下波啦。咁我哋都譬如都有阿 K K 啊。咁啊，何錦光啊，譬如之前阿費高啊，再以前誒十一言堂啊等等，都有上嚟佢講下波嘅。咁當然咁啊，第一節唔會即係純粹話啊嚟緊啦，喂歐聯啊、歐霸、歐協聯啊嗰啲啊，即係歐國杯嗰啲啊、港超聯啊嗰啲，去到即係尾聲啊，到英超。喂，講下嗱，首先誒即係阿房中偉，咁啊，你依家喺邊度講緊波咧？我其實咧喺上年嘅六月份開始咧，就正式成為一個自由身嘅足球從業員。嗯，因為之前咧我就主要係做球迷世界啦。係。咁球迷世界就唔係過往大台嗰個球迷世界啦，其實就係網媒嘅球迷世界。但網媒好犀利喎，佢 Facebook 係啦。咁啊 Fan Piece 啦，咁啊即係冇公司叫 Fan Piece 啦。咁啊但係球迷世界就喺 Facebook 有個專業啦。咁啊但係就我而家已經係一個自由身㗎啦。咁喺有五六個平台咧都見到小弟嘅身影嘅，本地波、外國波都有嘅。咁啊，講下你一台個名都唔怕，個名都唔怕，大家訂閱下好多喎，因為咁啊我依家比較參與得多嘅就係睇嘢啦，睇咗個睇嘢就係口字邊做嘢人個嘢，睇嘢好嘢啊，我中意睇嘢好啊，咁啊即係唔同台有唔同風格啦，咁啊睇嘢其實就比較多係可能傾多少少背後，即係一個產業上面，譬如喺一個。運動層面上面，你點樣可以推動到呢個產業再去上升啊？或者就係背後嘅操作啊等等啦。咁另外就有個台叫乜 J 啦嚇，就乜嘢個乜咁啊 J 就係英文字母嗰個 J， 嗰個就比較多係緊貼每個禮拜嗰啲賽事嘅形勢分析。嗯，咁啊跟住咧，其實小弟自己都有個 channel 嘅，有興趣就自己開嘅。係啦，咁啊都做一啲評述嘅工作啦，咁啊介紹多啲，即係聲音導航嘅工作啦，就介紹多啲可能係唔同世界各地嘅足球。嗯。咁所以都加加埋埋，咁啊仲有本地波嘅節目都有嘅。本地波嘅節目咧就港波台啦，香港講咁波就係波馬波啦，港波台咁跟住仲有揮霍本地波，就呢個香港本地足球專區。即係我都驚我自己數唔曬，因為實在有好多頻道咧都會見到小弟嘅。嗯，但係你幾時開始係即係點解會投入做呢行嘅咧？呢個你真係咁啱問。問啱時機啊！我早幾日就有啲網民都提一提我啦，佢話：喂，原來我2014年開始睇你到而家，啱啱你十週年喎。嗯。喂，我數數手指，係喎，今年即係你知啦，2024年歐國杯啊嘛。咁啊，2014年嗰陣時咧，我入行嘅時候就係透過一個之前這個普羅政治，大家都知啦嚇嗰個台。咁啊，其實就嗰個世界盃嘅主持人招募一個訓練班。咁啊，嗰陣時就阿鬱敏啦，台長啦，咁啊阿余文傑啦，咁啊所以就透過嗰個訓練班入行，咁然後我真正可以以一個全職足球從業員嘅角色去維持自己嘅生計咧，其實就2018年開始。嗯，咁之後之前咧就其實都要身兼兩職啊，咁但係而家我係全程投入都係足球嘅工作，即係我當然都有做賽馬嘅，咁但係就賽馬嗰邊個分擔我時間就唔係話太多，冇足球咁多咯。嗯，同埋都有趣。即係我都見你真係好熱愛足球，你好多波衫喎，成日話。咦，我一要同你鬥喎，大家咧攞曬啲波衫咧搭喺度，打邊度多啲咁樣。你都有嘅咩？又唔係好見你著，唔係好奇平時節目間唔中意你有著嘅。我好多隊啊。係啊。就算係今年講即係香港十一隊港超，全部有曬咯。有啲即係練習波衫佢都賣啊。哇！咁你又真係主場作客啊！你大埔又出嗰啲特別版，有萬聖節版，有新年版，係嘛？咁啊，買一件買埋第二件咁咯。你狂熱過我啦！咁我特登都著翻件本地幫嘅波衫。係，咁你係撐佢哋啊嘛？你撐進鋒啊嘛？我係進鋒嘅球迷啦。咁啊，不過我諗可能有啲球迷都未必聽過進鋒，因為確實咧，其實就近年先至係喺頂級聯賽打滾嘅，即係港超聯。啊！但係我好奇怪，點解你會揀進鋒啊？嗱，咁啊，即係通常譬如一係會啲人會揀歷史退悠久啲嘅，
咁啊，一係會係喂咁啊，一定係近年後生啲嘅成績好啲嘅傑志啦嚇。咁啊，譬如我哋老少少嘅，我睇嗰時係東方，東方黃小鬚就好中意佢東方。咁啊，有啲咁啊，嗰個年代咁樣做南華啦，同好多年咁藍等，雖然近年嘅新嘅咁藍等就未必同以前咁多啦。即係你南華，即係自從冇喺即係最高級別嘅賽事去比賽佢之後，咁但係嗱，雖然每隊波都有，你話深水埗我撐，我哋區北區南區我撐，但點解會揀中鋒嘅？人的關係啦，因為咧而家進鋒嘅前鋒咧何思哲咧，其實就是小弟在香港中學時候的師弟嚟。哦，艾斯。咁啊，因為佢亦都係我而家業餘的踢波生涯，即係我都有時仲踢下衞生波啦。嗯。佢係我至今唯一一個遇到的對手，我是連波都不追，追住個人，即係等於啲人點樣掹美斯一樣。嗯。但係咧，結果十次追住佢咧，有九次都係輸。即係佢真的很可怕，咁啊跟住咧，其實就一路都冇聯絡噶。其實以前我就好憎佢嘅，點解咧？因為佢以前咧態度又比較散漫啲嘅，或者比較個人化啲嘅風格上，咁啊練波咧又唔係好即係練跑啊咁樣揸射龍門嗰啲啦，你知啦，好波之人通常都係咁啊嘛。咁啊跟住咧就有段時間冇聯絡噶啦，咁啊然後佢同我一樣去咗英國讀書啦，咁跟住咧就翻香港。就佢係率先就加入大埔嘅，冇記錯。跟住之後再去咗進鋒。咁跟住就有個因緣際會啦，我又翻翻嚟，即係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回流翻嚟香港之後咧，咁啊即係睇本地波賽事。咁啊又見到佢，咦？哇！原來你而家睇緊職業足球啊？嗯。咁就開始咧，同佢就friend翻啦。嗯。咁跟住就留意到進鋒，即係佢踢緊進鋒嘛，而家就咁，所以就一路支持進鋒到而家。喂，但你最理想喺即係譬如個崗位係做啲咩啦？譬如你以前做球迷世界，係咪要睇人啲稿啊？自己又出下 post 啊？咁啊有啲崗位，譬如係可能講下啊賭波嘅。嗯。有啲崗位可能喺即係中場或者喺即係完場有講下，有啲就直頭係旁述嚇。咁啊，你有冇其實你最想做邊個佢崗位？其實我自己咧就將自己定位做。即係我不想夾硬將自己定位做某一樣嘢，但係我比較擅長就一定係足球評述嗰方面，因為其實我喺2012年嗰陣時咧，我曾經上去廣州咧參加個評述員比賽嘅，嗰陣時我都未入行，其實我嚴格嚟講嗰陣時都未大學畢業添嘅，咁跟住就即係趁暑假翻嚟咧，咁啊有個機會咧見到廣州就有個評述員大賽啦，咁我就。即係有幸地可以攞到冠軍啦，跟住之後都犀利，幾人去參加？都四五十人啦。哇，好嘢喎！跟住就希望有個入行嘅機會。不過即係呢個入行嘅機會咧，其實就同而家個媒體生態咧幾息息相關嘅。就係、你永遠唔知道你作為一個評述員係點樣可以入行，或者其實媒體大家都好清楚，就係你要靠關係啊，或者你要有一定嘅脈絡啊，搭上搭啊，或者你可能喺某啲公開場合。遇到某啲人、某啲朋友，跟住咧佢又賤你入行，又或者你又識個監製等等啦嚇，咁其實好多行業都係係識人我都識字啊嘛，識人我都識字，係啊呢、這個眾所周知啦，咁所以咧又搞下咁啊好啦，你冇辦法做到，你暫時冇辦法做到評述嘅時候，咁你梗係要考慮一下向其他方面發展啦，即係包括你好似而家我喺度做緊節目嘅，咁作為一個主持人。做一個評論員，因為評述同評論就好唔同啦。你評論係賽前賽後嘛，但評述你係緊貼場比賽嗰個過程，咁之間嗰個互動同觀眾嘅交流等等啦。咁除咗評述即係講用口講之外，用筆寫，咁我都有。咁我其實而家就即係啱啱上個月啦，上個月開始我就係成為咗足球周刊啊，其中一個專欄作家咁啊，足球周刊其實都變咗月刊，你都有留意啦，應該就即係。以前就一個禮拜就出一本，咁啊而家就變咗一個月出一本，咁我就都除咗説話聲音之外，都希望透過文字同大家分享我嘅所見所聞。咁啊講開咧，其實你把聲就好適合做呢、這個即係、就是、評述嘅。係，多謝先。譬如你大聲葉啊、老鑑啊、老正啊，咁啊再去到譬如阿肥叔啊，即係佢天生嗰把聲好響嘅。咁啊，即係做評述呢就一流噶啦，即係入波。是吧咁即係呢啲係好正，屌你老母咁撚樣都仲未，係咪？即係嗰啲就好好喎。不過咁就算未得時候，就喺其他發展下啦。哇！但你有冇發覺啦？近年咁啊，即係上次揾阿費高嚟，佢就講到現象。係依家有好多嗰啲 page 都好受歡迎，好多人睇嘅。咁啊，由足球快報啊、波士做春秋啊，咁啊，足球説故事啊嗰啲啦，係嘛？啊，足球説故事又唔同。你譬如嗱，我分係兩類嘅。咁啊，波波前啲嗰啲就出一張圖，通常嗰張圖入邊啲嘢咧，即係可能你話佢燈又好係嘛，話佢我你根本就
撐你嘅，你咁嘅就撐慢嘅。跟住入邊輪都幾引戰嘅 ，C 朗哇即係又點點打格，又點點，你睇下咁啊今年啊邊個嚇踢咗1000分鐘，哇先係一球波呢、這個點會有啲引戰咧？唔同嘅隊嘅球迷就喺度嗌嘅，有足球説故事嗰啲嘛，佢又唔同喎，佢有啲係好詳細分析，即係好似你睇球迷世界好多文章係即係大家要睇一陣嘅。佢千字文嚟嘅，好多嘢諗嘅，即係依家分咗兩隻嘅喎。係，我同意這個呢個咧，亦都係簡單啲嚟講咧。你話將你頭先講話波波池或者係足球快報這些呢啲咧，你係會歸類為嗰啲叫即食文化。咁所謂即食文化咧，即食即係要快啦，要夠新鮮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嗰種真係好全天候嗰種嘅。工作咧最難度大嘅就係你要24小時，你要 mon 住。譬如咧，我好記得咧，講翻幾年前啦，當即係雖然佢又唔係足球明星啦，Kobe Bryant，我好記得Kobe Bryant 佢與世長辭嗰一刻咧，我哋香港時間係夜晚3、4點。咁我嗰陣時就仲喺球迷世界做嘅，咁啊其實籃球又唔係好關我事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我係公司當時唯一一個未瞓嘅員工。咁所以我見到哇呢單咁大新聞咧，所以就即刻要出個 post。呢個就係你講求而家要喺社會上面有個競爭啊，或者就係你要做一個即時性咧。你呢啲你真係基本上你係不眠不休嘅。即係你寫長文咁啊，要做好多資料佢蒐集啊。咁雖然我就都我寫到都兩本足球歷史書嘅，但係跟住就好多歷史咁啊嘅即係資料啊嗰啲佢蒐集啊。咁啊，你寫長文一定要，所以我就好佩服寫長文。但係你話依家好出食文化嗰啲，喂你都要係。即係諗到究竟有邊個位置可以引到啲人入嚟引戰又好，等啲人個領戰喺度咬，其實都唔係咁易諗嘅。尤其咁，你第一樣嘢咁，當然係啲文字夠唔夠吸引啦，即係所謂俗稱標題黨啦。咁你點樣可以做到標題黨就係、是、舉例啦，美斯啦，咁如果你唔想喺個標題嗰度直接單刀直入講美斯，你就會話阿根廷球王。咁然後咧。外間即係或者你冇 click 入去篇文章嘅時候，你就會喺度諗啊邊個阿根廷球王咧？然後就有機會會吸引到佢哋撳落嚟。呢個就係最簡單嘅一個做法啦。咁另外圖嗰方面咧，構圖上咁你如果你唔想成張相咁嘅 show 出嚟嘅話，唔想成張相 show 出嚟嘅話，咁你最簡單就梗係打格仔啦，或者遮咗 emoji 啊，乜都好啦。咁呢兩個係比較慣常啲嘅做法咯。咁反而而家嗰個網絡生態咧，確實係。輕短唔輕長嘅，呢個我都明白。即係等於睇 IG 都一樣啫嘛。係啊。所以點解我唔係好慣 IG 咧？即係我中意寫下嘢噶嘛。IG 我都玩唔掂。其實我同你一樣啊。嚴格上嚟講，我同你都中意啲深入啲啊分析啊，但係又冇辦法嘅。有時你想話與時並進，即係唔好話同個社會太過脱節嘅話咧，你都要即係平衡一下咯。有時咁你做翻啲可能簡單啲嘅短打。咁但係你又唔好話忘記咗你本身嗰個初衷、嗰個初心，你都想話堅持做翻啲有質素或者係有內涵啲嘅。嗱，我唔係話即食文化冇內涵啊，即係我種意思就係兩個取態唔同嘅。但係你話所謂嘅短打咧，就可能係你盡量簡而精地去將一件事或者係一場波嘅重點點樣描述出嚟。即係你即食文化其實都唔係咁易啦。啊，即係你點樣喺一兩句可以表達到你？本身想用1000字、2000字寫嘅嘢，或者就捉一兩句，就將呢場波最重要關鍵嘅重點打一句出嚟。同埋人人唔同啦，即係可能阿靜就會覺得，喂呢場波個重點我係擺咗喺嗰兩張紅牌度，咁而可能我就覺得個重點係擺咗個烏龍波度。咁所以就令到呢個媒體咧，其實係好有趣嘅一個行業嚟嘅，就係你唔同嘅報導或者唔同嘅資訊上面，你透過。文字的演繹，你會覺得這個我覺得有趣一點，我會留意多它多一點這樣啦，就會有一個很競爭的或者很互動的效應，還有即譬如人看哪邊，譬如我都是看30秒啊一兩分鐘啊，那邊為什麼人家都 TikTok 啊，或者你即會在外國世界這麼多人大行他其道，在即他香港其實都是即係依家可能因為時間寶貴，唔係太多嘢睇。以前你唔係好多嘅選擇啫嘛。係啊。咁啊，你唔拎呢啲，你拎咩咧？依家唔係多選擇道理咯。碌，譬如我睇即係 IG， 我攞嚟去睇女嘅，大把女睇啊！你啲相唔夠性感，你要即刻飛啊嚇，係咪？即刻咁樣。
呢個動作幾經常做啦，我哋係咪啊？係嘛？同埋就其實你睇睇波咧，即係我哋都睇好多波啦。嗯。以前冇咁多電視轉播嘅時候，或者你可能冇咁多電視，喂，冇咁多手機、平板電腦嗰啲啦。嗯。你一個人就兩人就眼就得兩隻嘅啫。嗯。咁你同一時間你就係可以集中睇一場波、嗯，但係你依家哇又平板電腦喺呢度。跟住咧，電腦啊嗰度，好似炒股票咁咧，即係幾廿個螢幕又射上電視，係啦，又射上電視，射上電腦邊度都得，咁啊變咗你同一時間咧可以睇五六場波。不過我自己咧就都有一個堅持咧，就係、是、我都盡量唔會話想同一時間睇睇多過一場波，因為如果你睇多過一場波嘅話，你毫無疑問你個技戰術嘅分析嗰個角度咧。一定就係唔夠仔細，唔夠透徹，咁就變咗最後咧，可能得出嚟嘅結果咧，你嘅評論、你嘅意見、你嘅分析，就有啲兩頭唔到岸啦。因為而家咧，球迷越嚟越有質素噶啦，資訊多咗，係易抄咗啦，係易抄咗，好容易就會覺得揾到你嘅把柄啊，即係揾到你嘅講錯嘢嘅地方啊，或者可能同你嗰個角度咧一唔近咧，一覺得你。哇！你有冇睇場波㗎？咁樣即係雖然呢啲意見個個都唔同，咁但係就會好容易俾人揾位入咯。嗯，咁啊，即係我哋依家就講咗啲即係心態啦。不如我下一節。好啊，我哋講下依家都五月啦，咁啊就嚟即係好多嘅波都季尾啦嚇。啊，講下甚至歐國杯啊，咁啊嚟緊暑假都踢啦，我哋就講下。好。